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的刘山东牛肉面，这是这一间店的招牌哦，它是藏在一个巷子里，哦、很久没有来了哦。好，那这家店是我妈妈的爱店呢、啊。好，那刘山东小吃店荣获2011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30大好店。好，那这个是超有名的店家啊。好，那我要那个红烧牛肉面跟单点一块排骨。排骨还没有哦。啊，还没有哈、哦。要晚一点。哦，好，那就红烧牛肉面。好嘞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今天吃的第一泡汤就是那么好。哇哦，赞哦。啊，太过瘾了。这就是你越早来越好。哈哈哈哈。哎。牛肉的正佳、啊。哎，是。太有福气了，赞！哎、欸，就是带油花的。哎、欸，对，牛肉带点油花比较好吃。当然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，真材实料，哎、欸。这里啊，牛油、牛筋、碎肉、牛肉大骨，欸、看看有多少东西，一加一。哎、欸欸，来，看吧。哦，哎，最好的，哎，是，肉质啊，你要看那个肉那么红，哎，哎呀，那可以请问这个是牛的哪个部分吗？哎，啊，牛的胸口。哦，是，好，那感谢老板让我看这个镇店之宝哦，所以这个真材实料都看得到。好，那这边有教你吃法，可以注意一下啊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店也有很多的艺术品，就是落款啊。好，这个是米其林必比登啊。好，这个众多的名人都爱这家牛肉面店啊。好，那刚刚跟我说话就是老板啊。OK。好，所以得到这个众多名人的肯定啊。好，那这个天然发酵的四川泡菜就是我怀念的菜色啊，小时候在外婆家常常吃啊。哦、这个发酵的味道已经够了、哦、刚刚好刚刚好，然后菜又很脆。哦，那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怀念的感觉啊。这真的有戳到我心坎里那个点了、啊，很像外婆做了的感觉、啊。好，带着微微的酸，然后吃起来很爽口、啊，就是我很怀念的这个四川泡菜。真正外省式口味啊，赞！好，再还有这个日文的说明，教你怎么吃的。好，这个非常难吃到非常美味的泡菜啊，刚刚好，刚刚好那种。好，这样，这一，
反正总之吃起来让我很感动。好，跟我小时候味道是一模一样啊，赞。好，那老板这边正在做这个准备工作哦。啊，现在你已经快要开放了，快要开放国外观光客来旅游了，应该会生意会比较好一些。没有，正常心。哦，正常心啊。好，那老板讲说这个还是希望这个台湾的朋友大家都多来光顾啊。台湾的是在地的，欸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观光客只是来玩的。好，所以重点就是这个真材实料，哦，美味可口。这一块肉啊，哎，欸，凄凉。所以各位朋友吃到这个排骨都是当天处理的，所以是绝对新鲜美味哦。好，然后再拍打，再腌过，再变成这个可口的炸排骨，哎，是。这个都是去油去油剁筋，哎，
吃一碗个人认为非常完美的牛肉面哦，就完成。先吃这个啊，咬三口，刚刚炖煮好牛肉啊，咬三口，现在那个豆豉在口中整个香气扩散开，咬三口牛肉，再喝一口汤。姜真的是人间美味啊，超赞！嗯，哦，太棒了！大蒜，刚炖煮好牛肉真的是太棒了，嗯，真的是太赞了。
超级美味的啊、哦，所以是满分。好、哦，真的很棒。现在客人已经慢慢的登门了，越来越多客人。你要碗清炖牛肉面，好，你要碗清炖，来做有位置都可以坐。小菜，小在这边。好，那刚切好牛肉非常的美、啊。好，那店员都非常的忙碌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美味的刘三松小吃店。那今天我用了新的手法拍摄，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，周末愉快。